美丽的貂蝉是吕布的爱，项羽喜欢躲在草丛虐菜，蔡文姬的辅助是最呀最厉害，配合后羿的大招是真的不赖，亚瑟一击能爆的真是快，安琪拉的布娃娃他也不猜，哗啦啦的声音是真机在作怪，回头一看开放大招直奔你来，程咬金在草丛埋伏真的好坏。